大家都想看的人体风火轮是怎样炼成的。我先来一遍，这个是一个，重复练习就变成人体风火轮了。接下来呀，我给大家拆开演示一下。站好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如果练快了，这一遍顺着就已经拍到大腿上了。来一遍稍微快一点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再给我来一遍背面动作。站好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侧面动作。站好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下面我教大家一下整个动作的重心变化。准备，一的时候重心左移，二的时候重心在中间，三的时候重心右移，四的时候重心在中间。注意看我连起来的动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接下来教大家连做三个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注意咱们的胳膊啊，都是画的立圆，圆是立起来的。好，下面连续做三个，快速的，一、二、三。等咱们练熟练了之后，左胳膊就不再收了，只有第一个是收，剩下的都是打开的。看我再来一遍。你学会了吗？记得点赞收藏，经常练习。